开始啦！我们今天讲这个故事叫什么 ？The ice rink. The ice rink 是溜冰场。要去溜冰吗？你想不想去溜冰啊？我们去姥爷家就可以溜冰啦。他在这里，他怎么在吃一个 banana？ 他这个是溜冰鞋。但是为什么他是拿着了一？他又拿着，然后到那里溜冰场里面换鞋，坐在那边换鞋。但是为什么他们没有？他们应该也拿了，没有照出来，没有画出来，应该是也拿了。好了，那么他们的鞋在这里吗？好了，他们在换鞋啦。下面写了什么字 ？Live and dead.Went to the ice rink. They put skates on. 他们去溜冰场了，开始换鞋，他们要去溜冰。他们这是在真的冰上溜哦，跟我们不一样啊。我们那个叫滚轴溜冰，这个是真的溜冰啊。好了。这里换好鞋了，他好像不敢滑哦，爸爸要拉着他的手呢。写的什么字 ？They went on to the ice。他们去了，这个是冰上白白的，这个叫冰上面画了一条条线，就是这个溜冰鞋这个冰刀滑出来的。好了。但是为什么冰刀要滑出来？那个冰刀就像一个刀一样，在冰上滑呀滑，就会滑出来印。这是写什么字？他不敢滑啊，会摔倒哦。然后他就，爸爸要抓着他的手。爸爸说什么？我以前我连抓着手都不可以。好，看看这里写了什么字？这上那个写字只有一个后面。好，这写的什么 ？Hold my hand, said Dad. 来抓着我的手，我来教你吧，是不是？好，这边呢？他怎么摔倒了？有人摔倒了，不会溜就会摔倒，摔倒会很痛哦。这里写什么？为什么他会溜呀？这个爸爸会溜。这写什么字 ？Wilf hold Dad's hand。这个是 held， 然后就是 hold， 也是 hold 的。过去的时候叫 held Dad's hand， 抓着爸爸的手，爸爸拉着他走。Wilf 说什么 ？This is fun. Said Wilf， 这好玩啊！这是什么？这是 Wilf 呀。This is fun. 不要饭应该好开心的吗？好啦，爸爸说，他可以自己溜啦，不用拉着爸爸手了。这谁摔倒了吗？Wilf 什么啦？Wilf 什么啦 ？Wilf let go of his dad's hand. 他把爸爸的手放开了，他可以自己滑喽。Began to skate. 他开始滑路哦，好多人在滑冰啊，有的人滑得很好，有的人刚学滑。Oops， 摔倒啦。你说什么？爸爸，我滑过很几次这个溜冰。这里写什么字啊 ？Oops， Wilf sat down with a bump。bump 就摔到，屁屁好痛啊！然后威尔夫说什么？他为什么这个冰怎么做的？他说什么？这个冰怎么做的？冰就是用水，水在很冷的地方的时候，在零度就很冷，就像冰箱上面冰箱零度以下的时候，那这里它就会结成冰。这里怎么会这么冷的？因为下面它这个里面有冻冰的地方，就把它变成把水冻成冰这样子弄了。这里写什么字？This ice is cold, said Wilf. 眼镜。
begin to skate. 嗯，好，爸爸开始滑啦。呜、哦、呜、哦，他也要摔倒了。然后爸爸在这里滑的好棒啊！爸爸滑的，你他怎么滑的 ？He went round the ring. Ring. 啊，他在那个溜冰场转圈的滑，一圈一圈的滑。嗯，哇，这又有人摔倒了，眼镜都掉下来了。哇，这个爹爹还会干什么？爹爹说什么 ？Look at me, said. Spin. That. 你看我在 spin， 就是转圈圈，转。嗯，然后他又干嘛啦 ？Look at me, jump. 哇，他还能在冰上跳啊，跳 jump 跳起来。又可以转圈和跳起来，还可以在整个冰场滑，好厉害哦！好了，丹迪他们滑完冰出来了，拿一些吃的。这是什么 ？banana 啊，是 banana 皮，会怎么办？香蕉皮哦。好了，丹迪怎么了？带去拿吃的。God. Smooth.Some cold drinks. 嗯，他然后那个 Viv 说什么 ？Look. 为什么？他们在加糖，在喝 coffee， 然后加一些糖进去。Look out. Dad. 哪里有 out？ 哪？哪里 out？ Look out 就是小心的意思。Banana. Said Wolf. Oops! Daddy 没有在溜冰场摔倒，但是他在外面摔倒了，因为他踩在了这个香蕉皮上。哦，摔倒了。但是为什么 ？Oh no！ 为什么 ？Oh no！ A banana skin. 啊，一个香蕉皮。但是在冰上会到处都是。他没有在冰上，就是在路上没有穿溜冰鞋。The end.